兄弟们，新年快乐！哦，我今天是用国父的姿态来跟大家分享哈。孙中山今天要在这里奋战到，很高兴，在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惊讶的心情要发生。上个礼拜我们教会还不是这个样子，一个礼拜我们把后面背板拆掉，十字架拿下来。我们变成鹰架，我们有一种特殊的感觉。有时候我们看了十几年的十字架，我们拿下来，或者一个习惯的一个背板拆掉，我们有无限的感伤。但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却不是这样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道路的话，那就是无限的感伤；但是如果我们有道路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充满surprise 的，然后充满那个惊奇的、期待的，前面的光景是什么？我们盼望在生命里面。昨天我跟同工说：“哎呀，都是鹰架的感觉，都是鹰架的感觉，要不要再加一点橱窗的设计？”哈，哎呀，昨天是预备除夕呢，同工一个早上到下午就把它弄成这样子了。我觉得我们教会同工真的很厉害。这我无法，我真的无法说把他表扬一下哈、哦，真的，他们就是想啊想啊，就能够做出很多东西。请大家注意，是半天里面要求做出来的。那我们看到他们爬上爬下。那我在开始之前要让大家看一段影片，就是我们教会本来的样子。希望今天我们这个大家庭，我们用心情来领受。今天不是主日崇拜哦，哈，但是我们用心情来领受教会的意象，让我们看着这个教会将要怎么往前走，还有这个教会很多默默在其中耕耘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，还有弟兄姐妹在这日子里面，从上礼拜大扫除，结果拆下来之后，所有的椅子通通是灰尘，结果要临时请弟兄姐妹再来扫一次，哇，我们一出来。好，吓一跳，好多弟兄姐妹已经在这边把这些灰尘重新再扫一次了。我觉得弟兄姐妹真的爱教会的感觉到非常的感动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影片，请感觉一下。
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，我们一起感谢神。上个礼拜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这里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看了七八年的一个背板，然后在一天里面把它拆下来，然后拆下来之后，我们看着那个，才发现一件事情：2007年、2008年，每一个礼拜，教会的同工在这工地里面一起祷告，看着这个地板。跟2008年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，那时候拆下的东西在这里，然后地板都是原来的样式。我们感觉当年2008年还有这些后面是拆掉的，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心情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在其中是多么多么的一个丰富。这样的光景大家会看两个礼拜，然后期待哦，在2月12号开始，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样式的教会。不管在文化，基督文的文化艺术，我们的信息，我们的歌唱，我们的献诗，将会更有故事性，让整个故事，但神的荣耀在故事，在很多的表达里面向大家说，每一个主日崇拜都要告诉你荣耀的一个得胜，每一个礼拜都会有奇妙的见证会在我们的背板里面向大家显明，将会是活的，将会是每天每个礼拜都会有变化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是何等的让大家觉得一忙碌，不对，不是忙碌，而是丰丰富富。好，讲了这一大堆，我想今天我们所有大家人聚在一起，我们就是用生命来感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奇妙的故事。然后我问大家，今天有没有第一次进来的？第一次请举手好不好？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，来到我们教会？有呀，还是有，哎呀，欢迎欢迎。好，请换下。真的很高兴。其实那从外地回来的，外地回来的哈，所谓外地，永康不是外地哦哈，外地回来的请举手好不好？从外地回来的啊，很多我们的老会友哈。好，请换下。哎，我们很开心，当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敬拜的时候，这故事要告诉我们新的感觉。那今天信息很简单，圣经所读的圣经里面说，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，我能要寻求。弟兄姐妹，阿德基德鬼啊，啊，现在不够记得一拜，两届是无同款的哦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我还要再寻求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就是我要祷告，那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第四节所说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殿里求问。哎呀，这根本就是23篇最后所说的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从今始直到永远，对不对？好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记得一拜啊，要搁记得一拜，就是唔盲讲一生一世，你日拢想要伫上帝殿内底做回来求问上帝。哎，这是要安那进入到这种的心境呢？如何进入呢？让我们来看，其实整段27篇里面所说的就是一个观念而已，唔贪惊，对日子不要害怕。不要有任何畏惧的感觉，所以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就是在讲不要怕，我还怕神呢，我还惧怕神呢，我心不害怕，我要安稳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其实一个主题就告诉免惊，免惊。那这个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第一个是有亮光啊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走在黑暗的道路里面，有时候我们开车哦。在那个19号公路到山里面的时候，突然说路灯都没有了，哇，你车灯又坏掉，哇，前后都没有来车，突然好像到处都是鬼一样哦，那你会发现吓死了。那时候只要有路灯亮了，开到有路灯亮的时候，开到你车灯有灯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不会害怕，不会害怕。灯是你路上的光，请记得你真的需要有光，你生命才不会怕。你要神就说我是你的光，还有
我是你的通行证啊。如果你在战区里面，通过那边没有通行证，就抓起来关起来，敌人呢、啊？但是神说，今天买一个通行证要花多少钱呢、啊？但是今天这里，耶稣说，我就是你的拯救，是你性命的保障。也就是说，你拿着这一张，它就是通行证。耶稣说，我是你的救恩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怕什么？怕什么？虽然很多敌人要攻击，但是你不害怕。OK，那我们思想这个不害怕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很清楚的过程的道路，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好，帮我按下一张哈。OK，好。今天我们简单的就是说诗篇二三篇，其实大家都很熟哈。诗篇二三篇所说的就是故事。乃至故事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害怕。耶和华牧者带我走路啊，所以他是我的道路。好，我们今天想想基础篇，这是你基督徒，你基督徒到现在还是基础篇吗？好，我们每个人看看，你觉得你还是基础篇吗？你当基督徒那么久，还是基础篇吗？还是已经进入到进阶篇？还是已经到了圣殿篇？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记在这个地方，好好思想基础篇就不。我们今天不讨论基础篇，因为基础篇就是民生需要。如果你祷告到现在还是主啊，帮助我得到丰富，得到丰富，那个你主啊，我哪里痛哪里痛。如果你祷告都是直接这些内容的话，那希望赶快能够进入到成人大人地步，不要像婴孩，婴孩直哭。弟兄姐妹，婴孩哈、哦，所有婴孩的动作全部可爱，哭也可爱。那种笨笨的也可爱，那什么都不可爱，什么都可爱，婴孩什么呀？连大便都可爱，脸涨得红红的，哇，就好可爱。你看他在大便，弟兄姐妹。但是如果你已经30岁了，你还是这样子，每天然后真哭那个哭那个哭，你怎么弄怎么弄怎么不可爱，怎么让人家生气？弟兄姐妹，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赶快长大，进阶篇就是什么呢？另一条道，另一条道路，特别的人才有，是因为你是真的命才有的。那条道路你会遇到神特别在你身上有特别的作为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进阶篇跟圣殿篇。那我们那个进阶篇今天不谈了哈，进阶篇太简单了。然后圣殿篇就是你有过那个打上得胜，打仗得胜了。你就能够有圣殿的感觉。那圣殿是拣选的哦，是只有你才有。圣殿篇是每一天都像新耶路撒冷，每一天都像新耶路撒冷。OK， 那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，再回到我岂要住在耶和华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？根本就是27篇所说的嘛。有一件事我要祷告，我还要再祷告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住在你的殿中寻求。我以前祷告都是主啊，给我好处，我能要寻求，就是现在我要祷告什么呢？我要祷告，我要在神的圣殿里面。OK， 那我们来进入。哎，第一，进阶篇你要成熟。神说，你如果要成熟的话，你要开始当一个战士，基督的战士、精兵，你不可以再当一个。婴孩，好不好？当一个战士，好不好？2017年，我们每个人都当一个战士。所以神在拣选大卫的时候说：“和面貌或者俊美，大卫还记得吗？怎么形容大卫？面貌俊美，说话合宜，各方面都有。但是还特别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是一个有能的战士。战士，好，弟兄姐妹，2017年，我希望我们教会都来朝这个进阶篇来走。你是一个战士。”好，跟旁边人说你是基督的战士，然后说今年你一定会得胜。不要说丰富哦，丰富都是骗人的啦。丰富跟世界有什么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一定要得胜，得胜一定丰富，丰富不一定得胜，知道吗？丰富的话，你叫肥，就是一条很肥的鱼，等着人家钓你而已。但是你是战士的话，你会非常的勇猛，而且一定有很多的肥鱼可吃，请千万不要自己当肥鱼哈。好，弟兄姐妹，
如果你要当战士，神应许哦，我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他必安安的保守我。哎，听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请大家留心来听。你的患难时候，上帝要暗暗来保守看顾你。听见没？直接说好了，直接说好了，他要暗暗的保护你，就表示你要站在暗处还是明处？请你啊，你要站在明处，你要站在明处，你要敢站在明处，神会在后面暗暗的保护你。你的日子一定要学习站在明处，但是你不要怕，神在后面暗暗的保护你。谁敢攻击你，神就把他拉下来，是拉下来。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说：“你怎么那么棒？你怎么那么棒？”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站在明处的话，那你就躲到后面。主啊，主啊，我能要寻求，能要寻求，让我吃得饱，穿得暖。主啊，我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寻求。神说：“我如果要寻求，还要寻求，寻求，站出来，在耶和华圣殿当中向世人说，这是耶和华的道路。”那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神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你说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要在他的帐幕里面歌唱，帐幕里面歌唱，而且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侍奉是一个很棒的感觉。比如说刚才我讲过，我跟同工说，哎，这个感觉很特殊，一层又一层的，好像百老汇的舞台一样，每一层都可以站人。所以那天我们开完同工会说，不然我们来上面唱个歌，然后同工就一排一排站上去，每一个人都想站上面，没有人要站下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的同工充满了冒险的心精神，很高兴。然后跟他说，我要有一个橱窗的感觉，然后他们就对啊，弄出来弄出来。然后我说握什么字？四个字。我总不能在后面写恭喜发财啊，对不对？不然要写什么？事事如意，六畜兴旺，还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那时候跟他讲，如鹰展翅，请预备心哦。今天讲到最后就是如鹰展翅，希望这一年你要能够这样做到。然后这个进阶篇，你一定要看见耶和华的杖跟耶和华杆在你四周，天天都出现。你如果是基础篇的话，一辈子都看不到耶和华的杖跟耶和华杆，你只有看到青草地，还有那个溪水边，一直睡一直睡，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你就一辈子一直睡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能基础篇而已，你一定要进入到完全的地步，进阶篇。紧接偏要另一条路，因他的名的缘故，行走一条义的道路。这一条道路，你会碰到死荫的幽谷，你会碰到各种攻四面攻击你，但是你会亲眼看到他的杖、他的杆在后面把敌人都打退。然后敌人看到你的时候，会发现你就在他们面前有丰富的宴席。进阶篇，好，如果这样，那我们看第二点。如果你要走这条道路的话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，不要得罪神。你如果要寻找神的面的话，神会向你掩面。什么叫掩面呢？也就是说，主啊，我曾经寻求，我还要寻求，对啦，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寻求，因为你会发现神向你掩面不看你。神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你当寻求我的面。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但他说到一件事情，其实神好几次要把你交给敌人，因为你得罪神，神掩面不看你的时候，你就交给敌人。那时候你就知道，当大卫得罪神的时候，台币有一次得罪上帝时，上帝会选择三项惩罚。第一项，全国饥荒，全国饥荒。第二个，和敌人追赶，敌人羞辱你。第三，
这三天你的国有瘟疫。那大卫自己说了一件事情，大卫说，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敌人在羞辱我，会羞辱到你的名字。但是你得罪神，你必须受惩罚。所以大卫还是决定自己受伤，瘟疫临到他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敌人嘲笑你的感觉，是一个我们今天要了解。你知道参孙后来得罪神，参孙告别得罪了上帝，伊就连个两个因的迄个庙内底吼庙宇里面，个踢球，踢球，你的上帝你大了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当以色列被抓到巴比伦的时候，巴比伦把他们带到巴比伦河边，你们唱你们的敬拜歌啊，敬拜主，你唱啊。那时候你会发现，叫我怎么唱？羞辱啊！所以第二姐妹，耶和华，让我在你面前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让我在你面前有清洁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向我掩面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寻求耶和华，你要知道有一条道路。第二，你要预备你的心，专心向着神，不要得罪神，不要得罪神，免得神赶逐他的仆人。我不要你，像扫罗一样被赶逐。第三点，所以你要等候耶和华。圣经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圣经好多次都是这样。我曾经寻求耶和华，我还要再寻求。我曾经说过，我再说，或者说，我说你要喜乐，我再说你要喜乐。圣经好几次这种，我说了，我再说一次好不好？我再说一次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很重要的。耶和华在这个地方说，我再说一次，你要等候耶和华，你要相信，你要太勇敢了，太勇敢了。弟兄姐妹，人生告诉大家什么叫真理，好不好？真理就是你看每个电影都一样，你快断气的时候被机枪打到了，哇！告诉他战友，抓住他战友的手，把我照片交给我太太，跟他说什么？跟他说存折在哪里吗？会，跟他说什么？我爱你。有人在飞机上快要坠毁的时候，赶快打电话，妈妈，我现在飞机在那，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跟你讲话了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爱你。弟兄姐妹，所有的人生命的最后一句话，你能够说什么？那就是真理，那就是真理。其他的全部都会不见，你这一生所做的所有全部都会不见，赚多少钱都没有用，做到什么职务都没有用，只有一件事，爱有没有在你生命里面？弟兄姐妹，珍惜，好让你最后一句话天天都能够讲。好，让你生命的真理天天都能够讲，你爱神，你今天再在神面前说我不怕死，你要天天的壮胆，你能够天天拥有神的爱。昨天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回家，在年夜饭的时候带大家祷告，我都有看到弟兄姐妹就有人传过来，好高兴哦！他就为家人祷告，然后甚至传照片来，家人一起祷告的感觉。弟兄姐妹，那个就是聪明的人。你这一辈子能够做什么？你今天就已经在做了。你最后一辈子最后一秒才能够讲的话，你今天就一直在享受它了，因为那叫真理，那叫真理。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，钱不要赚太多，但是要去享受所有的钱，不要做一个笨的人，赚很多钱都没有享受那些钱。你一定要，但是。那句话叫什么？独乐乐不能，什么？众乐乐，独乐不如众乐乐。好，接着哈，我们这边有一个乐乐哈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想，你一个人享受，倒不如你的好朋友跟你一起享受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身上有1000块钱，现在全大家同工一起吃饭。每一个人要交300块，每一个人要交300块，交完之后，弟兄姐妹，吃完之后，
你如果再说老板再加两个菜，那200块我付。弟兄姐妹，你实在是够聪明。也就是说，把你那些没有用的钱让大家快乐，200块能够骗大家快乐，太便宜了，弟兄姐妹。好好常常去想，你还有多少钱，请尽量去分享，大家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分享给你所爱的人。每天跟你共生死的人，一定要去爱他；每一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家人，一定要去爱他们。把你所有的钱、所有的机会，常常陪着你爱的人，不要去斤斤计较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去夜市跟摊贩不要杀价。他说：“肠啊，50块。”你阿公，40啦。你会得到10块钱的便宜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如果说50块，辛苦啊，50块。老板，100块免找了。伊永远记得你，记得你。他不会记得说以后你都要给他100，但是他会记得以后你哪来蒜头我给你几条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定不会损失的，一定不会损失的，因为你的人生太多意外事件，噼里啪啦就2、3万就不见了。你为什么在乎那10块钱？多一点给人家。弟兄姐妹，但是到百货公司，你不要多给人家，因为他们赚的很多了哈。好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学习，去学习，生命里面常常活得像样子，像样子，像一个很快乐基督的样子。所以你今天活着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今天活着已经不是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自己活的哦，是什么人活在你里面？基督，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，耶稣基督活在你生命里面，一定是你四周围的人都会得到好处。如果你四周围都得到好处的话，那生命里面就是新的故事了，新的故事。弟兄姐妹，在生命里面，我常常思想，少年人啊，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，不要去想当年了。弟兄姐妹，当年的你其实很多问题，像当年的你其实年少，在是轻狂不懂事，不要想当年。你要喜欢现在的你，因为想当年那时候你虽然比较容易跳啊跑啊，但是惹了不少事情，让人家感觉头痛人物。不要想当年，你现在比较爬楼梯没有力量啊，走那个没有力量，但现在的人都好喜欢你，请你好好珍惜现在的你。那珍惜现在的你，不要去说当年怎样，因为那时候的人，那时候的你其实不好，不好。那你现在的你，你要去学习。现在大家都喜欢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不要跑，不要跳，但是你新的道路，你里面的你的道路是跑跳的。好多人都会发现跟着你真好，有吃有喝有玩，快乐有感觉，有一赞美，有很多新奇的，有很多丰富的，有很多令人惊讶的事情都在生命里。那种道路跑跳才是最好的。如果人生还有一种道路跑跳，就是两岔喽，啊，拐你要给你造，被青蛙给你造，那就是年少，很多会跑跳，那没有用。哦，大家听不懂，两岔是什么意思？抓贼啦，这个后面抓贼啦，够细汉小弟听一句话吼，两岔喽，我要给你造，给你造。那弟兄姐妹，在生命里面，他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弟兄姐妹。做这些做这些，他们不困倦吗？他们不困倦不疲乏吗？我告诉大家，昨天下午来，我告诉我同工说，4个字就好了，不用花了，不用鸽子啦。有些大家也忙了，他们带着笑容继续说，不是没有问题，我们把它做好。
兄姐妹，他们做的比我要求的多了好多，因为他们很快乐，就是这样子，没话说，很快乐。不困倦、不疲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明明很忙碌，但是我觉得我做的是在神面前就很快乐，那个叫做不困倦、不疲乏，其实很累，很累。弟兄姐妹，我昨天后来拿东西，后来就赶回教会，就拿个东西，一进来，啊，他们还在。还在弄，这个是除夕快到了，吃年夜饭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他们过得很有尊严，过得很尊贵的日子，我很高兴。好，那我希望在今天新春礼拜的时候，我最后有一种很快乐的心情。同工会的时候，听到我们同工唱这一首歌，我听过，但是同工会那天。我听这首歌，我就会发现，我如果是孙中山的话，我就把它定为国歌。在这里，不分族群，不分任何人，我们手牵手一起敬拜，爱这块土地。这是从卫星所拍到台湾，很漂亮。很漂亮，看着就很好吃，哦，很急哦。弟兄姐妹，求主能够保守，我不会说，但是我觉得，生命里面，我们一起来领受，神真的很爱我们，神很祝福我们，我们一起在这里，来欣赏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新春第一天早晨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把自己用心情来奉献给你，说我们爱这块土地。这块土地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，喂养我们长大。我们年纪越来越大，才知道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，把这地赐给我们。谢谢你，台湾是世界最美丽的地方。在这里有很多世界上没有的，单单只有台湾才有。这块土地里面有很淳朴的弟兄姐妹，这块土地的人都非常的淳朴，非常的喜乐。求主你让这块土地的弟兄姐妹早早归向你，成为一个神你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东方的海岛。那个敬拜神的海岛，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年就过得很快乐，因为我们一年比一年更趋向神你给我们的应许，越来越清楚了。献上感恩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